的性格，无检讨家己的错误，竟然想空想梦，想要阻挡我报仇。既然是安尼，我就舞一出较大出来，恁袂受损。赞！哎，你敢有听到？敢那有牛在吼呢？牛？你敢讲你无醉？三更半夜哪有啥物牛啦？你安尼讲嘛有理呢？那是真正有牛吼，拄拄人才来配酒食。对，若讲着牛啊吼，我上爱食牛肉。牛肉敢真正有遐尼啊好食是吗？关你啥物代志啊？敢若一条毛病鬼在行你啊？啊，是要惊死人哟！哎妈，一个面安尼青顺顺，哦，还有臭牛粪，我看你规日去阮家，甲阮只牛母困到天亮啊啦！遐尼啊重视，替人赚遐尼啊侪钱，是哪拢得袂着好买？少年的牛替人赚钱，啊老的牛卖掉给人吃，讲啥物唔对？哈哈哈！只王阮贵爷跳死！哎，臭小子，啊，你该怕人啊！出人命啊！出人命啊！你这个臭小子怕死人啊！起来，臭小子，起来，给我来开门，起来，给我来开门。赚大钱啊！卖到阿罗总，阿豪，紧，不要注意，甲路边扛起来，紧啦！哎，过来！哎，我内底听到讲我大声声咧甲叫啊，来出来我无看人，啊，这徐大有影吼，就，哎，徐安，哈，看你啥物代志，咱喊大声声。我知。来呀！紧嘞！你剩一口气哦，我紧甲你护咧，哈！俊尼啊，啊你啥喏？啊你若行到内面，拢青顺顺。哎呦，啊身躯够有火！我嘛唔知影，拄只忽然间有一个酒醉的人，讲要撩迄机关。机关？是啊。我看到头壳有倒一个人，阿娘，哎呀，因讲我怕死人啊，啊，不过我啥物拢唔知影。你无袂讲诶，怕死人是爱赔命诶哦。阿娘，要安怎？要安怎啦？啊！有人来撩我，有人来撩我啦！外公，你莫出声，你倒遮咪咧，我来应付就好啊。你开门啦！我是阿仙啦，是阿仙啦，不用惊啦。阿爷啦，少爷，原来你等下在这，我连那四季拢找你无嘞。阿仙啦，我这个刚你来出外哦，那么问起少爷的代志，你来讲少爷伊人无爽快，过了刚无出门哦。有人啦，你着将我意思做得对啊啦。是。杜根是会死吗？死是袂死啦，现不只声哦，上少爱倒几工。阿弥陀佛，佛祖有灵有神，啊，等阮道命恢复，我一定哦叫伊哦念经忏悔啦。多谢佛祖保庇啊！哎，世间即马有一挂人，就参像你安尼啦。啊，平常时啊，唔积德造福，啊发生代志啊，才想讲哦要来烧香，啊要求佛祖保庇。哎，
无要紧，无要紧，这件话哦，等下偷偷的人就无代志啊。哦，妹妹，淑华，恁也无爱问讲，杜明珠遐是安怎会受伤？你安尼急要创啥？你无看我今麦在营养？太谢太谢。公娘。公娘。公娘，杜明是安怎受伤这严重？小姐姐，你免遐偷笑啦。阮会去信教吼，迄是要靠劝迄老夫人啊，叫伊哦官地来起厝，收留遐个孤儿甲老人，可以哦消灾解厄的。官地起厝，收留孤儿甲老人，这是好代志啊！什么的好代志啊？唔知影因果，唔知影地理，唔知影地主安怎，啊就乱出主意，莫怪会出代志啊！啊，这江山哦不留住啦，啊福地好人居啦。什么叫做福地？恁知？嗯，就是讲哦，每一块土地拢有伊的主人啦。你若是有迄个福气，你才得得着啦，一点啊都袂使勉强的。哦，我知我知，师傅，啊，你的意思就是讲哦，啊，世间有一挂人哦，会怪厝体无好，牵拖东牵拖西，就是这个因果。其实哦，因就是甲这个土地无缘，对无？对对对对对对。这人间哦，一切拢是公言论啦。这人甲土地哦，嘛是爱公言论啦。啊，这个酒吼，甲巴肚嘛是爱公言论啦。啊，那我无酒啊吼，只好恁顾去，我要出来看下。啊，是，我跟你来。那照小姐在那里讲，就是阮去领着迄块土地顶头妖家，阮杜明才受伤啊。秀恩的话还是加减听，较袂出代志啦。哦。什么人？春梅，我是阿娘。你免烦恼啦，假使闹什么代志，阿娘还想办法替你排解吼。阿娘，我唔是你烦恼多啊，我是惊，即马天色又搁暗啊。你免惊啦，阿娘伊也唔拢伫遮陪你吼。袂用的啦，阿娘，你袂用踮遮陪我。你唔是讲，大哭师傅，伊就是许我踢甲着重伤的。你莫听因老爸讲啦。那是伊家己无说伊才受伤的。阿娘，你莫阁骗我。虽然我唔知影过程，啊，不过我知影，我一到暗时，就会神经错乱，走出去为非三族，害阿娘你烦恼、伤心。我真是想无，咱心家做甲这么侪好代。你生来变成安尼，天公伯啊，你安尼想过无公伯啊啦？阿娘，这你今日找人提锁我甲我绑起来。我甲你绑起来做啥？阿娘要甲你送去官府，你放心啦。不是啦，阿娘。我唔是要爱你，把我绑去官府。我是惊我连伊又搁发神经，走出去闹代志。你放心，阿娘拄仔唔是讲过，我应该唔伫遮陪你啊。袂用的，阿娘，你袂用无这个嫌弟在遮陪我。万一我连伊若是神魂错乱，无注意去伤害着你，安尼我一世人拢会良心不安。那安尼，我今日去找阿仙，叫伊找到一个人来陪你嘿。袂用的啦，阿娘，袂用的为着我一个人，去扰乱着大家的生活。阿娘，你着把我绑去眠床头，安尼我走袂出去，大家嘛会较安心。
阿娘。我拜托你，你莫阁把我变作厝边头尾，人人讨厌、人人上骂的人啊，好不好？准你，阿娘，敢讲你真正爱我出去台南放火，你才愿意把我放起来是无？性格家财万贯，杨过阿娘咱无法度来救我的性格娘。拢是害你母，害阿娘你伤心，害你开始，拢是我开始，拢是我开始，拢是我开始。你唔通呢？你唔通把你家己阿娘的性格害掉了。阿娘，为了爱你好，你就把我绑起来，好不？少爷，感情是要安尼做？赵总管，除非你有搁较好的办法，那无，就请你给我绑起来。我这条，可是一条。赵总管。爱用这款，那无恐惊绑我绑袂住。不行，你这条这么粗，一定会伤害到你的身躯。不行，你阿娘皮肉伤痛，还赢过心头的痛。我怎么要给你滚开？赵总管，你尽量出来，给我绑卡安尼。阿信，好，我来点了。阿娘，你放心，阿娘阿爸绝对袂参像阿信安尼。这么多人给你出，阿娘的妈妈来给你办，别去伤害到你的身躯吼。阿娘，不要紧，你尽量出来给我绑起来，害你唔惊疼，你尽量绑。可是阿娘来给你吹了伤大个，你身躯来疼，你都要跟阿娘讲哦。阿娘，你尽量用那嘴咬我，我袂疼，我一点仔拢袂疼，你免替我烦恼。天公伯啊，我母仔囝到底是做啥物唔对？为啥物你要安尼折磨阮？阿娘。拢是我唔对，拢是我不好，一定要你相信。准你，准你。
出去，天要光啊，无代志啊啦。唔正经，你想讲你安尼就当闪票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头办代志啊！俊尼，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不能让他走去。你是你怕什么？有人说什么，你就照样要去做，这家你照样要来看。多谢多谢，恁家有几口啊？阮家有五口啦。五口。哟哟哟哟，哇！哇，咱这老爹在还在对呀。大家啊，就这样。哟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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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！哎，阿弟。嘿，师傅，免看，这无酒了，行行行。我无酒，变个生意，啊，我无生意啦，你免多计较啦。嘿。咱这位先生啊，你叫什么贵姓？啊是安怎称呼啊？吼，说人说着，请问和尚，你是倒一间佛寺？要安怎称呼啊？吼，你是着？哦，原来是赵先生啊！你好，你好咧，阿弥陀佛啦！啊，和尚我叫做不颠啦，啊，就是我上界的地主，伊叫做不改啦。不颠不改。啊，谢谢谢谢谢。啊，阮是阮素芳师来啦。素芳师，嘿，啊，到底是什么所在？我也冇听过啊。诶。和尚摊拨吃书房，名山名山难归房，只求一心归佛去，磨破草叶又何妨啊！原来和尚你是温柔四海的和尚啊！哈，是啦，是是是是，哎，多谢你啦！啊，是讲今仔日和尚唔在，发到给你化一个缘。哦，化缘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阿姐，哎哎。哦，好，来来来来。哎，和尚啊，啊，你看，拢同款啦，一人一分啦。是一人一分，无唔对啦。也唔过我这个戆徒弟啊，吼，别项无大，这胃哦有够大，一顿拢爱食足济，一天哦的分量差不多爱食你这十杯呢。是啊，十分啦，十分我得按叫这十个人啊呢。哎呀，是是是。听你讲，讲上辈都爱上就西天，做好人都爱做到底啊！你莫给我做这个事务的歹做啦，吼！哎呦，对啊，我过来刚无食，唔然你要要钱就要的呢。哇，歹势啦！啊，人这神灵哦，伊都唔爱好人做到底，我嘛无法度啊！我看安尼啦吼，归去好要死好啦吼。哎，这十分了，这十分，这个，哎，歹势，哎，好啊，和尚啊，啊，你讲要十分，我就给你十分，啊，无你到底是要安怎啊？